磁铁。打他个受伤够了，还好带张狂了，雷隐身。等我一等啊，等人。一半的球。哇，现在被救了。
吓死我了！电击没说完，他如果就先知的话，这电击根本没说完。哎，这把应该是没了，结束了，吃不完呢。乌鸦怎么又飞了？被乌鸦也飞了，他去鬼屋了吗？应该把战斗关了，七点的呢。选了一个有音质的。
祭司，对，杰克打祭司太亏了，丢一个巫人就没了。射击也是。祭司怀表骗锤，还差一台，看你们怎么打。挡两刀，这个人得挂，不然他们修得很快的。
双刀怎么倒不出去了？奇怪了。我人一挂，你们开得动吗？这个人考耳鸣。这楼上。还在楼上。他应该是茉莉瓶香水，弹簧。还等一刀，被人捞了。你怎么也有护臂？他妈一个个好东西这么多的吗？乌鸦飞了，并不是我的乌鸦。